下面请您欣赏快乐生活，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各位吧。嗯，刚才是张云雷、杨九郎，是让他们俩人休息休息。嗯，又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是啊，今天是开业的第五天了。对了，心里边很感动。是吗？我去马路对过，嗯，站着好几千人，多热闹啊！一待待一天，嗯，说句实在的话，何德何能啊？确实是，嗯、今儿也是，今儿个吃完中午饭，我说在对过二楼办公室躺会儿吧。哦，我就听了对过啊，好家伙，一千多人跟那唱，哦，嗯，唱唱大西厢了，山东二黄啊，嚯、哦！啊，什么乾坤带呀，好一段接一段，还有打板都叫好的，嘿好啊！他唱别的，我是真能睡着。哦，唱的这个我都会，会就睡不着啊。听哪段都熟啊。哦，啊，唱一个多钟头，我起来了啊，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份心情，就很感动。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是，谢谢各位了、啊，感谢各位、嗯。连演五天，把于老师也累坏了。哦，还好啊，还好，咱们很久没有这么高密度的演出了啊，确实是，是不是？嗯，这个明天呢，就是我们九队在这儿演了。啊，就进入正常化。您各位接着捧，嗯，是，就如同我们还在这儿是一样的，嗯啊，九队都是小孩们，对，也挺可爱的，嗯啊，也让对过的站着的朋友们也得歇歇着，哎呀，嗨，也不能老这儿站着，站五天了，五天都不止啊，开业之前他们就跟这儿监工，哦，叫盯装修啊、嗯，好家伙，就是这园子，你知道，自打装修以来，我们养活了多少位。自媒体朋友们，哦，全这儿拍啊，跟这儿拍啊，嗯，这都是关心咱们。对啊，你整个河北区这一块儿，连益丰区，嗯，五一期间街上咱没统计啊，啊，人少不了，那得好几千啊，逛街的、看桥的、嚯，吃饭的、喝咖啡的、听相声的，嗯，街上玩的，嗯，哎，我还看见放孔明灯的，哦，有放孔明灯的，啊，你看上是哪天？前天。啊，前天我头中午到这儿，我就看他跟那儿摆了那孔明灯。哦，挺感慨，是吧？高兴，这个孔明灯都见过哈。是，完事儿他能起来啊，能飞上去许愿嘛？啊，人人都是有个美好的愿望。对，头中午10点多11点他就跟那儿摆了。啊，那么早就跟那儿弄。哦，嗯，我晚上演出结束差不多11点。哦，啊，归置完了快12点，我往外走。嗯，我那车打那过，我看他还跟那儿鼓捣呢。嗯，鼓了一天呢，这时候可能也不是专业玩孔明灯的啊啊！但是我车打那过，正好他这孔明灯起来了，哦，那就成功了。一整天这哇起来了，哦，给他兴奋都不行了，好事儿。哎，刚要许愿啊，旁边来一个天津的哥们儿，哦，保佑我发财，哎，保佑我发财呀！他许了这愿了，嗯，放灯的这眼泪都下来了，是啊。自个儿弄去，这进费的呢？人鼓捣一天，他许了愿了，对啊，给他奔了，给我乐坏了啊！这人生啊，处处都是包袱。这观察生活吗？多好啊！尤其我回天津来，我是跟别的演员不一样，是吗？我是天津人呢。您算回家了。16岁离开天津到北京发展。嗯，这一晃半辈子了。哎，于老师跟天津也是有渊源的。那可是，他是天津的女婿，没错，天津的姑爷。您这了解，他媳妇儿就是天津。哎，对，天津一个大财主的女儿。什么年代了，您还大财主的？就是我这么一说，你们就理解了啊，就说明知道他岳父岳母有钱。哎呀，谈不到了。哎呀，哎呀，你客气了啊。你看清朝末年，天津要说谁家有钱哈啊，天津有八大家，八大家哪八大家？八大家，你看这个，郑兴德卖茶叶都知道吧？啊，郑兴德那家姓穆，哦，穆家，
就是八大家之一。哦，哎，杨柳青有十家大院，这十家，十家也是八大家之一。您说这才叫大财主，哎，那是清末的八家啊。这八家搁了今天，跟您岳父这都没法比啊。哎，那八大家不算事，他们都比不了啊。他岳父岳母是五大家。怎么叫五大家呢？狐黄白柳灰，好家伙，全是动物，不是啊？五显财神呢？民间传说，这叫保家仙呢。有这五家保着，你说你岳父岳母能不发财吗？哦，有这五家保着，好家伙，他老丈人跟他丈母娘，啊，您知道垄断了多少行业吗？啊，跨行的垄断呢？那挣钱都没数，就这么能挣？早晨四点啊。天还没亮，嗯，他岳父的公司就开张了。四点那么早就开张？凌晨四点，头一家买卖啊，他岳父啊，啊，公司这就开张，热气腾腾，热火朝天，做生意，这也是勤奋。呵，好家伙，咵把这桶往这一放，开始这就卖钱了。什么呀？卖茶鸡蛋啊？卖茶鸡蛋能卖多少钱呢？这个？你看看，你看了吗？啊，不嫌买卖小。什么钱都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卖茶鸡蛋的钱他都挣。哦，那不还有什么别的买卖？五点啊，他岳母那公司开门了。这公司是什么买卖？好，食品呐，食品，民以食为天呐。哦哦，他岳母那公司一开张，你就听那个声音啊，怎么还有鼻儿？手里高。这够开公司的钱吗？这个卖的一毛钱十二个，是这不够成本，知道吗？啊，七点半，他岳父那公司又开张了。这公司是卖豆根糖，哎，小碗抹酱，嚯，酸木糕大饼，行，好，这不够起照的钱，知道吗？嗯，简短截说，就这一天，就类似这种生意，啊，无计其数，那也挣不了多少，挣不了多少。啊，挣不了多少，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吗？这怎么还买房了？买房自个儿盖的，自个儿盖房，自个儿盖着四合院。哎呦，还四合院，在黄崖关长城的边上。怎么那么远呀？奔盘山那边了？怎么地儿大呀？哦，黄崖关都知道哈。啊，天津蓟县是到蓟县还得往北去28公里，进深山老林。哦，在山里头盖的呀？山里边盖了七进的四合院，也是养鸡方便的地方。嗯，卖茶鸡蛋吗？七进，七进，什么叫七进呢？是四合院论进啊，一个院算一进，对，俩院是两进，是这么论的。七进是七个院子，哎呦，后边带花园，带金鱼池，好的，盖到山外头去了，都得。好家伙，太棒了！嗯，是啊。老两口子这些年不容易啊。怎么不容易啊？你算的晚上12点收摊儿，那么晚才收，把桶提进来啊，手里高那车推回来，哎呦，豆根糖那弄回来啊，这些东西都收拾完了，归置完了，就得将近1点半都不止，这都半夜了，两点多赶紧往黄崖关那赶，当天就得回盘山，到家洗把脸拾掇拾掇，赶紧往回折腾。好家伙，因为4点茶鸡蛋那开张了，这太都自个儿干呐！这些年几乎没在家睡过觉，那是都在道上呢。这个老两口子养了三个闺女啊，还有功夫要孩子吗？这个全在道上呢。他这个说话这么肮脏，废话，你就拎着茶鸡蛋，弄着手里高，还有功夫要孩子呢？仨闺女，好家伙，真打闪认真的功夫，那错不了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都没听说过，哎呀，好些个谚语都糟践到您这儿了。三个女儿啊，仨姑娘，你瞧瞧，真真连连爱爱，哎，都是菩萨显化的啊。这个三闺女啊，就是于老师的太太啊，这行小的那个，哎，行小那前面那俩姐姐，人家都结婚了，早都成家啊。嗯，后来说这个交往一段时间了。上家里看看岳父岳母，得见见老家啊！啊，嗯，嫂子说你收拾收拾，咱们去吧。
得去啊，俩人带着水啊，带着干粮，嗯，哎，就奔黄崖关了。对，按着野营那么走的，这都是。这一天终于到了黄崖关了啊，走好几天啊，嗯，到家一瞧，好家伙，嗯，人屋里摆一大桌子，啊，摆一大桌子，岳父岳母坐这儿。哦，哎，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坐一桌子，就是就等着我呢，等他们俩人啊，一桌子珍馐美味，都给我准备什么了？茶鸡蛋呢？啊，豆根糖啊，酸沫糕、小碗抹酱啊，这今儿不出摊都得卖我。嗯，快坐吧。哎，对对，坐吧。前儿坐着，嗯，岳母看着他高兴，那是得高兴。丈母娘爱姑爷啊，那是再论的，累了吧？啊，来，我给你包一个吃，也就这个了。再来一个，行了，行了，别拘束啊！这拘束能吃什么呀？这个好，怎么呢？这有毛，这嗨，哦，毛鸡蛋也行。老太太高兴，我也来一个，吃吧，吃吧。好，这整个下去的，坐了一块儿，谈笑风生，就聊天呗。坐着坐着，嗯，岳母站起来了，怎么？他大姐夫，你跟我出来一趟。叫这大姑爷是吧？哎，你跟我出了一趟，叫他干嘛去？上后院金鱼池那儿遛弯去。老太太干嘛叫他这样遛弯去？你看看，这是他们家的特色。什么意思？接长不短的跟你聊聊天啊，问问您日子怎么样了？哦，两口子吵架了没有啊？哦，关心闺女。是是是，大女婿陪着老太太围着这金鱼池聊天儿遛弯儿，嗯，最近挺好的啊，啊，两口子怎么样啊？这也是了解一下情况。说着说着，老太太脚底下没踩住，嗯，呲溜咚，怎么了？掉到金鱼池里边，掉水里了。大姐夫赶紧咵把这外套一脱，嗯，咚，跳到里头救人，哎，把岳母给拖上来了。你瞧瞧，老太太一上岸啊。怎么了？还把这茶鸡蛋催出去？好嘛，呛上来呢，这是高兴，好孩子，哦，高兴不白疼，那当然，有奖励，这还给什么奖励啊？我给你买一辆夏利汽车，很慢，没多少钱，夏利汽车。现在您觉得不值钱啊？80年代呀、啊，哦，早那会儿谁家有私家车呀？嗯嗯，对吧？是奖励夏利汽车。这行，这一回屋，老太太，你瞧瞧我，哎呀，啊，那一身水啊，可不是掉水里，没想到的，啊，哎，哎哎哎，行，都湿，哎，这那也别在这儿脱呀，啊，你回屋换去呀，上屋换完衣裳，啊，坐在这儿喘口气儿，是，他二姐夫，你跟我出了一趟，这老太太不闲着，啊，带着二姐夫就在这金鱼池这儿遛弯儿，也是不长记性，哎。走着走着，老太太脚底一滑，你看，咚，掉水里了啊！肯定掉下去。二姐夫连外套都没脱，急呀、啊，啪，往水里一跳，嗯，给老太太端上来了，还是这个。老太太乐了啊，好小子，这又没了，他都没脱外套 哦，第一时间下水，你就证明好儿子，迫切呀，有奖励，这奖励什么？给你买一辆桑塔纳。你瞧，这比夏利又好多了，高兴啊！是，一回屋，老太太乐坏，是吧？你看我这又弄一身，哎嘿，行了啊！不是你刚才就不应该换，这哟这么些人呢，刚看见啊，回屋换衣裳去了，早就应该换完回来。嗯，谦儿到你了，你瞧这老太太，带着谦儿到后花园、嗯，还上那儿啊？还上金鱼池啊？哦，哎，到这儿还没来及说话呢，是把老太太咚掉水里边，对，你直接钻进去多好啊！谦儿就傻了啊，我不会游泳啊，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在水里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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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沉底了，沉底了。哎呦，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眼前就没有了，怎么着？老太太死了，就在眼前，这人就没了，没救。他岳父给他买了一辆大奔，哎。好家伙、啊、合着我替老头把这心愿完成了是吗、嗯、这后来他媳妇儿就说他啊谦儿啊谦儿 啊你白跟我搞对象了怎么了啊你应该跟我学学游泳多好啊我跟他也是省得别人害我 啊因为他媳妇儿是专业游泳的
啊，对，他是练过、哎、国家跳河队的啊，跳河队的呀，跳河队的，跳水队的，国家跳水队的。对了，经常出国比赛去。是，嫂子还参加过那个什么赛？铁娘们三项运动。嗨，哪有这比赛呀、啊？那个怎么了？没，那叫铁人三项赛。铁人那不是男运动员吗？啊，女运动员就叫铁娘们啊。不像话，不懂，我是不懂啊。都叫铁人三项。其实谦儿啊，啊，谦儿应该早就学会游泳。我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里人都会游泳，啊，我们家里人都比较喜欢水上的运动。他祖父当年就是，老头啊，他爷爷那会儿是吗？爷爷那会儿水上运动多好，水里呢？哎，他爷爷那会儿他喜欢什么呀？喜欢帆船，嚯，这是大项目，帆船带潜水啊。帆船怎么还能带潜水啊？先帆船，哦，然后不得不潜水，哦，掉水里头了。五天以后捞上来啊，栩栩如生。对，死了，淹死了。所以说这个家里遗传啊，就水里边游。他后来他一学就会，那我有天赋啊。真的，各位，我是不会游泳，是吗？但是谦儿每次游泳，我就爱看了都不行了。怎么？我姿势好？哎呀，第一是姿势好啊！什么就不咱不懂，是正面的，什么反面仰泳，什么反正谦儿一下水就啊，就各式各样的。啊，不是，我不是游得好，啊、我是本身就是水里的玩意儿啊！这啊，不是，就是那个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就别比划了，王八精，您比划这是，就游的那个好啊！您就说好就行了，姿势游的优美哦。第二点就是他游泳游得快。哦，真快呀、啊！好家伙，太快了！怎么快呀、啊？裤衩都追不上，那就是没穿呗，那就是穿了呀！啊，人在前面，裤衩在后头。啊，你等会儿我。好，裤衩都说话了，知道吗？嗯、啊，我们出去演出去，比如说、嗯、大连、东北，哎，什么这个青岛、山东，哎，只要是海边啊，我一般都求他，求我什么？谦儿哥，给我们游一个吧。这是干嘛呀？这是欣赏一下，哦，就爱看我游泳，爱看着游的好看，是吗？那年那个我们上青岛去演出去就是啊，哎呦，大太阳，呵，凉啤酒，多好、啊，小海鲜，美死了。这个啊，不得游一圈吗？啊，谦儿哥，求您了，有求我了，给我们游一圈啊，去喜欢看，我们伺候着，这还怎么伺候啊？在海边啊啊，大躺椅。呵，放好了，哎，毛巾摆好了，哦，凉啤酒啪啪啪，哎呀，蹲在那儿啊，烟卷打火机，嚯，小吃都摆齐了，全套的。于老师啊，大哥啊，麻烦您了，这要游，高兴，爱看吗？你这当然爱看了，爱看。好，嗯，伺候我更衣。哦，这行，换衣服，有这样啊，是吧？先摘帽子啊。什么声啊？这帽子，帽子缩得太紧了。我这戴什么帽子缩那么紧呢？貂皮帽子。我夏天在青岛游海泳，我戴一貂皮帽子。谁告诉你是夏天？怎么了？不，冬天呐。冬天你让我在海里游泳去啊？夏天凭什么看你呀、啊？海边游的是人，我瞧你干嘛呀？哦，就没人，冬天没人游。第六，哦，先摘了貂皮的帽子，嗯，大墨镜摘了，嗯，口罩摘了，摘这围脖，那是得戴围脖，多长啊这围脖？大衣，嗯，西装，就知道游泳穿那么多干嘛呢？棉坎肩儿。哎呀，背心啊，行了行了，嗯，哎哎哎，你先等一会儿，啊，这你少来这套啊，要问清楚了，这是什么呀？这个贝贝家，哎，怎么那么全呢？穿的大皮靴，这都穿出来了，解着腰带啊，裤子，呵，嗯，秋裤。毛裤，毛裤穿秋裤里头啊，哎，
你这，您这太过了啊！怎么呢？这我看出来了，这袜子是吗？是的啊，袜子要这么脱，这就不是贝贝家，知道吗？什么情况？您这是从上到下啊，都脱干净了哦，就剩一条裤衩，准备游泳吗？我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商量什么？我就还剩一裤衩。对啊，你说我要是，哎，怎么脱了合适吗？啊，不合适。哦哦哦，就为亮个相。这有商量的吗？这个，穿好了啊。啊，哎，大哥请坐。还干嘛还坐呀？咱们得客气，大哥请坐。哦，哎，于老师坐在这大椅子这儿。嗯，哼，有馅儿。是吧？撇着大嘴的啊，给我点根烟。下水之前还得抽，递根烟。嗯，大哥您请。啊，点上，点会儿。嗯，于老师叼着烟。嗯，冷劲儿上来了是吗？哎呀，你抽完了再脱这衣裳多好啊！你这。非得光着眼子坐这抽烟，大冬天吃了，这瘾头得多大呀！哎呀，那什么小吃啊？还得吃点。大哥，您请。什么呀？白萝卜。大冬天吃白萝卜，托在手里边啊。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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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盘都吃了。一盘萝卜。那盘呢？嗯。青萝卜，哦，拿那个，胡萝卜，好，全是萝卜，水萝卜，哎呀，四盘萝卜，一盘二斤半，我坐这儿愣吃十斤萝卜，那个是什么呀？还没饱呢，大哥，那是干炒黄豆，哦，这瓷实，拿过来吧，哎呀，端过来。这大塑料盆啊，四十斤干炒黄豆，比萝卜多。这个是，一会儿就全吃了。我饿嗝呀，是怎么着？一个黄豆都没剩。四十斤，列位，四十斤干炒黄豆哦，四十斤怎么样？一般的牲口吃不了。废话，谁都吃不了。吃完了叫渴呀，那是得叫渴，那还得凉啤酒呢。哎呦，没完了你这，啊，给您这儿接过来，真渴了，好，还得打嗝的，喝了半箱凉啤酒，它就不嫌冷吗？你这大哥啊，天快黑了啊，是啊，您下水吧啊，跟着溜一天，再给我点根烟，没完，叼着烟卷，嗯。哎，对，你下水多好！哎，赶紧吧，哎，下水！哇，好家伙！哎呦，你这个脱光了踩烟头啊！哎，脚太疼了。废话，咱们改天再游吧。孙子，下去！哎呀，不客气了，不下去弄死你，知道吗？啊。啊，好，我游泳。废话，人伺候一天了，这才开始往海边跑啊！啊，别跑回来，没跑不了多快、啊这个。嗯，到水里边，嗯，我们大伙儿服了，怎么服了？太棒！哦，游得好，哎，如驴得水啊！驴呀、啊，驴不行，如鱼得水，各种花样，各种姿势，我还跳舞呢似的。哎呀，哎，突然间，啊、你看这个人，嗯，趴在水面不动。啊，那就飘着也是技术啊！列位，你要让我来这，你累死我，我也来不了。这是技术，就整个人平着的。对对，飘着，平着趴水面上，哎，他可以不动也不掉下去。你看，但其实他那会儿有点不太舒服。怎么不太舒服？十斤萝卜，啊，四十斤黄豆，嗯，半箱凉啤酒，是，跟那儿嘬烟又喝风啊，就这一肚子里边，列位。您是有生活常识的，这爱生活常识什么事儿？尤其到海里边来回这么一翻腾，嗯，这肚子里边，您想它能不胀吗？那是胀，它有气，有气它一定会漏，这叫漏。它在水面趴着，嗯，一漏气儿，哎，人就往前走一点，
一漏气儿，人家往前走一点啊，还有后坐力的这个。嘿，咱看着这太高科技了，这跟我能耐没什么关系。手脚没动，你看这人蹭蹭蹭。哎呦呦，呵，好家伙！紧跟着来一大的啊，噗！哇，把我吓坏了啊！这么近的海还有鲸鱼啊？什么鲸鱼？咱看过《动物世界》吗？大鲸鱼滋一下，那是这个吗？那个。哎呦，紧跟着听啪！哎呀！海水都翻起来了，嚯，哗啦哗啦落下来，再一看，这海面上，小鱼儿，小螃蟹，好家伙，小虾米，我这电鱼来了，我这，哎呦喂，还有黄豆，哦，呵，太恶心了，这是没嚼碎的，哎，行了行了，你再看后边，叮当叽啦嘟当当当当，嚯，谦哥您快上来吧，怎么了？水开了，去。第二天呢，哎呀，您这玩意儿还有上下级呢，您一说一乐，别往心里去，可不是吗？说相声就是一个手艺，哎，说相声唱戏唱大鼓啊啊，什么剃头修脚，嗯啊，种菜卖报纸，呵，上非洲当娘娘，嗯，都差不多。哦，人活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嗯。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嗯，你总得干点什么呀？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哎，就干这个。我们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指的就是这个。嗯，您的每一张票，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嗯，这一帮人又没个工作，又没个工资，一天不演，一天没有收入。对，完全指着您各位活着。嗯，我给你快乐，你给我饭吃。哦，您的票我拿回去啊，养家糊口呗。嗯，给父母老的。啊，给孩子上学，您看，给我媳妇儿一份，嗯，给他一媳妇儿一份，这个钱，哎，我媳妇儿不用你给啊，我媳妇儿不用你给，拿着吧，因为什么这对付什么呀？这是对付的事儿吗？这个，哎，不差这一回，这玩意儿，哎，没有，压根儿也没有。这个我就得批评你，怎么了？有的时候台上我好好说话呀，嫂子怎么怎么样，啊，他老往那个地儿领我。谁呀？当然有的时候我也批评你们啊。怎么了？你们老不怀好意的笑，哎，就好像你们老希望就是怎么样似的。谁希望怎么样？谢谢大家的祝福。哪儿啊？哪儿有祝福啊？相声都是假的，可不是假的吗？啊，嗯，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只占10%。那90%，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哎，把他们都算里头了。但是列位，您说我怎么办？啊，对吧？嗯，自古以来相声就是这样。第一，故事里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家的事儿。嗯，一上来就是我大爷怎么样了，我舅舅怎么样了，我媳妇怎么样，我儿子怎么样了。啊，第二种就是他的事儿。啊，这旁边这位吗？于谦的爸爸怎样？于谦的媳妇怎样了？嗯，你看看，很少有俩相声演员站台上说除了这俩人之外的第三人。第三方没有，俩人一上来，今天给您讲一个事情。这个人会游泳，游得非常好。他住在山东省济南市幸福大街光明小区，进小区往右拐，上楼2号楼有一赵大爷。嗯，就这俩人，这个外行的状态就得活活打死他们俩，这就不对是吗？观众会想啊，山东，嗯，你去过山东吗？嗯，我去过。哦，我喜欢吃山东的刀削面。你闭嘴吧，嗯，啊。那是山东吗？那不是山西吗？哦哦，那山西还有什么好吃的？还有好多有油泼扯面，你也闭嘴吧，那是陕西，跟山东都没关系了。我要求的是一句话你就得进故事来啊，我们要求快，我没有那功夫让你再琢磨幸福小区什么光明大道2号楼什么哪个王大爷。嗯，那我们太外行了呀。哦，不是我就是他，这门艺术它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哦，没有办法，演电影，嗯，这管这叫爸爸，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你看电视剧，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你也知道是假的，嗯，到我们这儿全是真的。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嗯，嗨，你老替于老师打抱不平，你看看，嗯，郭德纲在台上老说于老师他爸爸，嗯，你看看相声界那些个大师们，嗯，谁的相声里边提过于老师的爸爸啊？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都提我爸爸呀？你不用替他打抱不平啊！你知道后台他分钱的时候乐成什么样了吗？你说这干嘛呀？这是工作，
是倒是。我打小说相声，我站桌子里边站十年。哦，捧哏。谁站外边谁说我。哦，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郭德纲他舅舅怎么着？嗯，这就是一个艺术的创作问题啊，就角色分配啊，你这弄得我现在我都没法见嫂子，至于吗？又来了，你这你想起什么来了？这是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老话，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嗯、啊！你嫂子，我现在一见他我都躲，不敢见。你嫂子，你给我站住啊！你别走。哦，嫂子，嗯，你最近台上又胡说八道了吗？没有没有，你少来一趟。嗯，你改了改不了。我以后我不说了。嗯啊，你一说他们就乐。对呀、啊，乐的我怪害臊的啊。你别说了，别瞎说。哎呀，对不起，嫂子，不说了。别说了，一定得改啊。嗯，改。你说天说凉就凉了哈。是啊。嗯，你穿秋裤了吗？怎么变那么快啊？这个嫂子，我穿秋裤了啊！你少来这套哦！你准备穿秋裤啊？我看看穿秋裤。哎呀哎呀！这什么不像话了？你这个台下没有玩笑啊！我们这行是这样，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对，你瞧台上这帮人啊，嗯，好家伙，什么玩笑都敢开。其实到了后台，您记住了，嗯，这是最懂得人情道理的一个行业。我们是讲规矩啊，嗯，这不是连着这几天了吗？啊，每天说相声，每天您各位捧我们，对，真是发自肺腑的感恩，是啊，激动。要能来，你们就尽量天天来啊啊！当然了，这个不现实，因为有可能买不着票啊，嗨，也有可能呢，您有工作忙。嗯，你要来不了，我也不恨你。哦，你打发人把钱送来，谁呀、啊？你说人也不来，钱也不来，这咱们就不合适。嗨，好，净你合适了。那今天来演出的演员，有的您熟，有的您不太熟啊。嗯，叫他们出来，咱们聊会儿天好吗？好，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嘿。打这边开始啊，嗯，于老师都认识吗？啊，差不多啊。那么前四个归您介绍。对，您要不认识您就说我啊。这都我们这儿小徒弟啊，这都快、嗯、快红了，这都啊。是啊，这俩是已经红了啊。你看，哦、嗯，啊，咱、啊、这边开始啊，樊小棠。好、哦。张国帅，孙九芳，马孝胜。马小荣，马小荣，哎，我们有大马小马，马小荣，得了，你跟那谁回去跟他换一下名字吧啊！这我徒弟啊，郎鹤炎思密达，哎，你们最爱的啊，张小白啊，张鹤伦啊，这是我徒弟啊，张云雷，嗯，这说明这一场张云雷花钱了，这些个托儿都是他买的啊，我徒弟杨九郎。九队的队长啊，张九龄。哦，谢谢。这大高个儿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王九龙。嗯，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人家不起哄，你们自个儿起哄啊！张鹤伦过来。哎，张鹤伦是我们这儿的返场之王啊。这个准备了一个什么小曲儿吗？小唱小曲儿吗？可唱什么都行，大伙儿喜欢。来个正唱得了。嚯、哦，还有正唱。师傅经那叫正唱啊啊！师傅经是什么啊？来，唱一个。你那是手机，你那机关枪啊？你听，嘟儿，唱一个那个啊。杨延昭闻听此言，哈哈大笑啊！叩尊声，八王千岁，您了要听着啊！想当初金沙滩前一场大战，我们杨家父子把命丧了啊！我大哥替宋王归阴去，我二哥替八王命归阴曹。我三哥被马踩，尸首难找。我
四个河八弟呀、啊，全都找不着啊！我五个去红尘高山去修道，我七弟背叛贼，射死那在荒郊啊！只剩下我杨六郎南征北又逃啊！论功劳，我应该穿你这身蟒龙袍啊！啊啊啊啊啊！鼓掌吧！张鹤伦是我们这儿的二人转交换生啊，所以他会哈、啊。谢谢。哎，哪儿？吓我一跳，活不了啊！九零九龙有什么小节目吗？有。哎，快来快来。师傅倒没什么节目，就是有点心里话。哎、太棒了、啊！因为明天呢，这个开业这豪华阵容，您就回北京了。嗯。完了，我们九队就来了，希望天津父老您多多捧场，多多监督，嗯、我们一定要给您带来好节目。谢谢大家。好好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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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四个小朋友啊，你们也准备啊，来九龙先来，啊来啊，把你的心里话说说。九龙说的对，嗯，言简意赅啊。来，你们四个能演个什么呀？自个儿傻了，没想到。我是九队的队员，我叫孙九方，嗯，给大家唱首歌，谢谢。好，嗯。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最近工作挺忙吧？身体好吧？我现在在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津德云社分社说相声，演出效果也挺棒的。美中不足有个缺点呐，我的队长是个傻子。你看后边那机器，那是优酷的啊，但是今天你这段翻场他们一定会剪掉，因为有一句唱词啊出不了字幕，太多了啊。哎，蓝云雷来。哎，不说没这个环节吗？我没准备。可以有啊，你又会唱啊，给大伙唱两句也是好的呀。 我唱什么呀？你那个肝曲啊，你们大伙想听什么呀？没听见啊？什么？那不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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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探清水河了，就是他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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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了。嗯，这是你搁那儿的托儿吧？来吧，嗯。桃叶那肩上肩，柳叶就遮满了天。在其外的这个名啊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啊啊啊！杨九郎。还有我呀，演不演不重要，你站着让他们看看就行啊。好，演一个，来一个，说一个也行，唱一个也行。那个唱一个于大爷的作品吧。于大爷还有作品呢、啊？我的于大爷作品是游泳啊。先拿黄豆去吧啊。后台有萝卜。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谢谢大家。于大爷这节目不怎么地，还想瞧谁的啊？哎，看刚才不是唱了吗？哦，那行，再来一个吧。要不你我啊，行，就他了，就他了。从哪开始？从。什么？他们要听什么？并非是儿臣，从这行吗？可以唱吧。犯杀，他们唱，其实不是我唱。他们都会啊。楚庄王有道，是按仗四境，安庆少封疆，贺功臣设下了
太平宴，君臣欢聚饮琼浆，直到在黄昏星月降，秉烛辉煌照殿堂。来吧，许娘娘敬酒见，忽然间狂风吹灭烛光，小将唐娇饮酒过量，他顺手牵袖放轻狂，许娘娘则应敬小将，庄王问国事之心未损，伤到后来。庄王大将在你心上，难道我得许娘娘是这海量，怎得小将保朝纲，今朝是居士一样，我的老王府。哎，可以了可以了，谢谢啊，就等这句了啊，谢谢各位啊。这样吧，现在就是张云雷他们也都在，咱们唱一个大西厢好不好？那就从张鹤伦开始。好嘞，张鹤伦你唱这个小琴童。好啊，张云雷你唱太平年好不好？唱这个后边的云苏调啊，来开始。小琴童来不消停，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嘞，明日清晨早为登城啊，恭喜恭喜恭喜，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同说话欠点聪明啊，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哪、啊、美貌的娇妻火化兵，年太平啊，不该来结宿就在普救寺中，来只在花园，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哪、啊说话之间桥楼起了更，年太平次日清晨把马上啊，提他破了板桥霜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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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残月依然把北斗望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正东方甲乙木送出太阳啊，哎哎哎哎哎哎黄花地西风正劲呐、啊，哎呀，北雁南飞泪千行啊，哎呀，劲风吹得树叶唰啦啦啦响啊，眼前铁马响叮当啊，流泪眼观流泪眼啊，断肠人看人断肠啊，世事难舍英英美哦，九里草桥别红妆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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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水长安去赶考啊，七十得中了状元郎啊，鹿鸣眼前英雄会啊，五凤楼前杏子香啊，四方金印在我胸前挂呀，三杯御酒伴君王啊，两匹快马他来回的跑啊，一乘花轿接的新娘啊，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绵长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世界很酷。